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飞龙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拍新一期的《游资列传》。这次讲的主角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熟悉。他虽然说可能自己的炒股水平呢没有徐翔总舵主这么牛，但是论江湖地位、名声以及思想觉悟呢，比徐翔都要高很多。他起家的时候呢，是从五万起家，等到两千年的时候呢，就有了三千万。现在资金估计也有没有百亿，也有几十亿吧。 然后当时炒股的时候亏的比较多，幸亏有一个好老婆的支持。另外，他和 PPP 之王贾布斯呢也有很多交集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期的游资列传讲的是谁的故事呢？我们周末见，拜拜。